个吉祥哦，回转过头来，这些都是资深菩萨，多么贴心而清净，真的很感恩。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代代相传，然后我的委员号是395。我们新法香的时候，听到上人说，这个在佛经里面，佛陀也一直在讲传法50人或第50代，我才有这个想法说，把我395从395这样传下来，到底有多少人哦？然后经过这样的整理哦，才知道已经有上千人了哦。到现在呢，还不断的在增加。我们要见证上人在说的一生无量，好，无量从一生，而且也觉得说我们上人的法是这么的殊胜，这么的微妙，能够传到每一个人的心上。那回想说30年前哦，因为我去过我爸爸的病的时阵哦，隔壁病床老岳，我拢是做个道姑安尼就对。那伊就感觉哎呀，这年轻人很亲切呢。伊讲我送你一本《慈济月刊》好不好？30多年前的月刊足简单，足简单的时阵啊，内底哟，我感觉每一条咱去借病的时阵，拢写个清清楚楚。我就感觉讲哎，哪有这个团体安尼这么清楚呢？啊，心内就想着讲哦，我要来了解一下伊甲咱的迄、那个。精色呀，啊！你其他就感觉很色心，啊，就感觉伊沿途安尼调的。回来的时阵，我就去找罗师姐甲信用。迄阵仔，你甲一直想讲爱做呢，一礼拜去因兜五工呢，一直甲讨工课呢。啊，尾啊，迄阵仔都最早2年的时阵，都上人在推动说，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。啊，我拄甲罗师姐讲哦，我因为我啊话也袂晓讲，啊字也袂晓写，啊种种啥，我感觉做环保我较会晓呢，那就自己甲讲哦。我想要来泸州来推动环保，啊，罗师姐甲讲一句话，伊讲，这个做事爱真久长哦，你爱量力哦。我甲讲我有准备好，那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师姐吼，啊，甲阮妹妹、甲阮姐姐吼，拢是因三个我斗经的呢吼，那就是一路这样走到现在。我想说有愿有力啊，行到现在还不会后悔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那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有这个慈济，让我们全家人吼非常的喜乐吼。看到了很资深的菩萨们这样走过来，人人都有话说，人人都有故事讲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过去的故事，就是历史，都是慈济的历史，所以也很感动的。总是呢一个人说话，两个人说话，三个人说话，几十个人排排站，这都是呢陪伴，真的是陪伴呐、啊！看到了和和互协哈、哦，能陪伴的，实在是哈、哦、很感动。这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所以人文增长回命，而且呢。永恒，永恒呐、啊！我们都是播种、耕耘、福田，大家人爱尽用心哈、哦，人人都永远永远，不是今生出世，也不是这世人做主者呢，听，这世人的主者，还是不断爱串根、串根、开枝。化朽，这呢，哎，不断不断，菩萨就是要开道铺路，真正的有开道道，有铺道路啦，我们的生命的这慧命自己可成长，你没有铺道道，也没有呢铺路，没有开道，这呢。没有结果法缘，这就是哪怕呢，就是明清都坑掉了，但是呢，家己都无开，路无铺啦，来生世的也没有这样的缘哦。所以啊，既然开始出来了，总是呢要
一心。慈济为什么要传法脉开宗门呐、啊？因为呢，还是用佛陀的教法，但是佛陀来人间为一大事，是教菩萨道。我也一直在提起佛陀的时代，他一直到《法华经》呢，就是说真实法，这是在经典都安尼讲啊。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是讲真实法，啊，什么叫做真实法？告菩萨法，佛陀的理想就是告菩萨法，所以呢，我们把《法华经》铺在路上，铺在地上啦、啊，让人人有一条路可走。我们现在就是菩萨要开道的时刻，因为呢，这条道是从经传进来的，《无量义经》呢，那是《法华经》的水，是经水，它是菩萨入人间道。看看人世间多么多的疾苦啊，甚至也需要医师，爱地本性，也要了解有性，才能真正的解救人的罢除人的病苦。这慈济都有做到，慈善已经铺到了国际间，而且五十几个国家都有经济出来，普遍啊，人间菩萨呢，在人间发挥他们救苦救难的精神能量。那做主者总是呢，在这种的智慧化成了事实，供给菩萨，我们做到，这都是福与慧两足尊呐、啊。佛陀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菩萨铺到了国际间，那一种无量从一开始。我们要不断的把这样的根，智慧根啊，五根五力啊，我们爱串登去，希望大家要发生生世世的愿力。所以记住，经家多呀，多家罗呀，用经法脆普遍多罗，实际是这样，这就是法脉啦。那我们的就落入社会呢，开人间菩萨道，用经先铺放的路人来，和大家人行入来，开始呢，才开了菩萨道，人人来做菩萨，那为众生呢来铺平这个路，这都是呢。要用心不断的去为众生铺道、哦、那看到了年资年龄啊，甲入来组织资格拢真深吼，人有辛苦病痛难免，但是呢心唔通病，我们的意识心念绝对不颠倒，绝对不能颠倒，因为我们拿多长的结本来了，我们总是呢尽心力把这人间这段戏以戏传法，用戏来传法，我们人间这段的结本，我们真正的扮演好好，所以自己做自己修，公修功德，不修婆德，
但是呢，我们人间路要铺，那菩萨道要开，总是呢爱过好好哈，啊，持戒宗门呐，顾好净食法脉，大家要勤精进，希望人人缘要不断的连得起哈，这个一念心啊，是菩萨心哦哈，我们要好好的呢，把这一念心顾好。感恩大家用心用爱编辑出来我们人间菩萨网，祝福大家人感恩啦、啊。